好大声，等一下，超大声的，哦，我的耳朵，我的耳朵快烂掉，我耶，12月25号。哇，这边讲的好实际哦，天哪！哎，把握今天好欣赏。玩雪，发现一些小雪球。嘿，精心制作的雪人。哎，他们有要给我，他们有要给我什么？方程式是不是？哼哼！啊！开局惨叫！要很小心的，要不然一不小心要把它给，一不小心又会那个了。哇，好气哦！天哪，好，这边一样是先浇花，对不对？广告就是礼物，不是？广告就是礼物，听上去也太悲哀了。哦，那是我自己放的钱。先上去继续浇花好了，先把该拿的东西拿。等下，该不会今天有幽灵吧？天哪，我不是很想要处理幽灵的事情哎。哎，我看错了吗？总觉得我靠幽灵吧。Yes。没下雪，所以我在胡萝卜应该拔起来之后应该不会有苗吧？番茄就算了，胡萝卜应该不是这种作物吧？胡萝卜应该是拔完之后我要另外再撒种子之类的东西吧？至少这个，哦，小麦还挺正常的，像，可是小麦我要怎么，我要怎么把小麦变成那个粉啊？变成那种白色的粉，不对，这种说法很奇怪。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把那个不是、啊、那个把小麦变成那种像面粉那些东西啊？满了，哪尼？那好吧。哇，好麻烦！他这边他也不会播什么圣诞音效、哦，好像不会有这种做法。先把南瓜收进去了，收，这好像不用到。收，收起来。这样子应该就不用太多。小型工作台，哥说本来要干嘛的？加湿器是，加湿器应该不会起作用吧？那就不管。一直想，你他们要每个人都这个时候来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定番吗？那、啊、我现在怎么办？绝妙的时尚氛围。
放吉夹娃娃机。我也想要遇到那个放吉夹娃娃机，可是我不想遇到很奇怪的类型。做些东西。所以我说那个粉要怎么做呢？可制作。感恩节啊，这是感恩节系列。哦，是那粘土多到可以做这个。我没有看到。啊，不是，那是在厨房哦，说不定在厨房才可以。啊，不对，我现在也不能走进厨房。我可以现在走厨房吗？啊、可以耶。那房子也太长了吧，等等。哇，等等。不对，不是你。做些东西。啊，面，这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嘿。我没有甘蔗，不能弄。砂糖，对，这是甘蔗。小麦可以做。为什么会有分全麦跟一般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？为什么这个时候冒出？啊，算了，先各做一个好了。等一下啊！总觉得我五个才做出一包面粉哦，我五个才做出一包面粉哦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到底要我说些什么？就是我也很好奇，大概是用平底锅煎出来的吧？这好，先做点什么东西好了。客人来了就做点什么东西吧，魔法！哇，这边做的东西都好好吃的感觉，天哪！看看只会饿。番茄泥，哎，等一下，哦天哪！他三个，然后我现在身上，我身上没有。等一下，啊，不是，他一次做出十包面粉给我，哎，啊，那我不用担心啦，吓死我了！啊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吓死我了！我想说，我怎么可能？我想说，做出来的东西也太烂了吧？他一次做出十包给我，那好，那我就没话讲，那我就没话讲。那时我以为五个小麦只做出那个一包面粉，气死了！被炸那块气死了。那他也不会，那个什么妙妙也不会跑过来。我先拿东西。哦、我好多南瓜、啊，耶、yeah ！客人来了，做点什么东西给他吧。结果做出来是烤兔子，苦啊！南瓜贝果，哇塞，太好吃了吧！我制作。连盘子都做出来给你了。耶、yeah ！客厅的那一个，我这算什么？算玄关还是客？应该是客厅吧。再玩一下啦！啊，我好像不能给他吼。每个人给我苹果是这样。啊，我不能给他。那如果把东西放上去呢？我可以在他面前给他这个东西吗？
炫耀。可是我不能给他吃啊！突然想起来，这我不能给他吃东西啊！不是这那这是这个设定很没有意义耶，这样子，他竟然我也不能够煮东西给他吃，然后我也不能够干嘛？又想不起来了，糟糕！他穿鞋子吗？欸、他有穿鞋子耶，所以其实岛民其实有些是会穿鞋子的喽。但杰克是不穿的，那妙妙是会穿，真奇妙。啊，叫我怎么办？啊，这个我都只能自己吃哦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把东西收起来了。岛民都不穿，我可以吃给他看，是不是？好、啊，好、啊，好吧，那你们都这样子讲的，好吧、啊？吃，他没有理我哎、欸，啊，要加五哦，天哪，要去，哎、欸，那个是那个加这么多，怎么这个对话加这个红晕有点不太对劲儿，我觉得哪里不太对，可以不要在别人家然后讲这用这种表情讲这种话吗？我很怕。连那个音乐都变得有点像是那种情境喜剧，然后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玩个游戏好啊，比游戏还刺激。你们不是每个人都玩同样的游戏吧？粗横纹 T 恤，哪来的牌啊？二哦，怎么这个画面似曾相识？不是 每一次那个上一次的时候是打出来的牌是八，然后我猜小，然后结果是跑出九来，这一次他跑出来是二，怎么不会那么夸张吗？我选更大，嘻嘻，哦好、啊。什么礼物送不出去吗？哈？每个人都在我这边看书是怎样？哈哈哈哈哈哈 ！Why？再摆一次刚刚那个动作好了。这个其实不好选哎、欸。站着睡着，白痴，好，差不多。把一些东西都收进去好了，省麻烦。面粉也都先收进来。啊，不对，我还有个马铃薯没有收进去，想起来，收起来。
哎，觉得应该是可以送东西给他吃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我个人认为啊，真是的，有时候跑出奇怪的东西出来啊。对了，还有一个这个。耶、yeah! ！波波陶俑是怎样？波波陶俑，我能在上面再去放音乐吗？我在上面放这个东西好了。我上面好像没有太多装饰品哦。节目哎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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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综艺节目啊？问答节目啊？好像是哎。果然不愧是圣诞节，都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节目出现。真的，真的是问答节目，是什么？百万小学堂吗？百万小学堂好像没有在播了。这个节目会不会出广告之类的、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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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要。なんで？我这个、啊，我生气了。头上的东西在那边缩而已，你看章鱼的那个东西，章鱼头那个章鱼那个圆圆的部分，然后面在收缩之类的，刚快被那个东西气死了。放在这里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哦，走错了。百万小学堂已经很久了，这个以前是百万大，是吗？百万大富翁，那也是那谢振武的，那很久以前的。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啊？应该是没有多少人记得这种东西了吧？百万大富翁，开运大作战，那也很常看呢。我说，怎么这次会出现在这里啊？踢他！不是啊，这边我只看到一颗而已啊。乌骨鸡，冬令进补。乌鸡。啊！杰克生病了。圣诞节生病，这是从没有遇过的情况啊！然后我这边还缺一颗球啊，为什么会有一个？
这什么？粪金龟。虽然逻辑上来说，的确它是会滚这种东西啦，可是它不是滚的应该是粪便便吗？谢谢那只粪金龟的帮忙，这样我就不用一直被踢那个雪球了。是不是这样子？为什么又有一只粪金龟？抱歉了，看错了。不行，还不够。哪尼？啊，糟糕！差那么一点点。No！ 哇，他们都不怕冷的，天哪，太恐怖了。来看那个雪花。啊！失败。大挫折，直接失败。不要说的好像那个雪人里面真的有那个东西好不好？听上去好有味道，感觉都闻到那个东西。看到奇怪的东西了，看到奇怪的东西了，这什么圣诞装啊？天哪！羽绒外套哎、欸！哇塞，哇塞！我是不是买过这个东西？叫裤子吧？有没有裤子？不要圣诞裤，全身！不要这个东西，我绝对不要！快把自己笑死！工作裤，嘿，休闲宽裤。天哪，这是什么？天哪，冷死好不好？这种衣服冷死了，这什么奇怪的东西 ？Oh my god！ 恐怖死了，这种装扮。先留这个，先留着。为什么必定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他们要直神，穿正常一点。这套其实还蛮好看的。这个圣诞连身裙真的是不知道该讲什么好。有圣诞洋装哎、欸，天哪！我刚没注意到，真的太令我讶异。袜子就算了。哦，好想要让他可以一次就直接点好多项，直接买起来就好了，而不是更衣室更衣完之后，我还要那边重新丢进啊，重新再跑进去那边弄，太麻烦了吧？圣诞洋装啊，天哪！圣诞服还不够，还要圣诞洋装，穿这么冷是要怎样啊？这什么？这上面这叶子是什么？大麻吗？我不要穿着，考虑一下季节性啊，这个。普通哎、欸，算了，还是选一个毛衣就好了，蓝色的好了，这样。我觉得这一次的都普通啊，买是买了，可是这个季节性的通常来讲不太会想穿吧。
再买一次。我把那个驯鹿装给买下来。驯鹿装在这。驯鹿。驯鹿。啊，妥妥的变态。耶耶，穿这样子，真的穿这样子，耶，冰冰的。你说那个鹿是那个吗？天哪！耶、yeah ！这样我就蹲这边，再也不会突兀了。可是洋装类的都是这个样子哎，洋装一直都这个样子哎，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好了。啊嘞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三角形绿，这是不都啥？有木质储藏柜，木质储藏柜好贵哦！天哪，钢铁垃圾桶，自动贩卖机，行人红绿灯，花圃好漂亮哦！天哪，我真的没注意到这些东西，是有追加是不是？有，他一定追加，这个一定是追加上的东西。我靠！这不开玩笑吗？变得，哦，这就，怎么越来越高科技的感觉啊？哦，花架哎，天哪，像花架那种东西，哇，气球哎，天哪，这个很欧式哎，这一部分都很，哎，我这边是不是只剩下？先不要，我现在只剩下红色的可以买了。哇塞！等一下，到底新增了什么东西？这边像游乐园一样啊！这是游乐园吧？已经出乎我的预料到一个很夸张的程度了。特别商品看一下。人反而变得很无所谓的感觉。哇，气泡饮料。嗯？啊，这哎、欸，不是东西一瞬间，哇塞，好多东西，全部都是跟新年有关的。竞品，日式红包。圣诞图是吗？好像有印象，那个我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。这是谁？等等，我怎么那么会动？哪里？一个狗们就不要荞麦面嘞，食物我都想要留着一些。厄利葡萄，谁不算？可能是水果。可是看上去不像水果，至少这样子看上去不像水果。我拿买这个好了。沙拉看上去比较像什么马铃薯沙拉的跨年荞麦面订购。耶、yeah ，还有气泡饮料，气泡饮料是世界，天哪，搞什么鬼啊？
OK OK。等等等，我才刚打开。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，它也没有给生锈零件类的，从来就没看过。然后准备把东西拿去卖一卖，然后买一买之后，然后那个去衣服换一换。没有，我可以先看完、听完演唱会之后再那个。说到底我还是不适应自己穿这个样子，可是可以让他去听演唱会，我觉得还蛮搭的。等等等，等等等，这是怎样？当然是买啊，遥控直升机耶，可是能玩吗？这能玩吗？等一下，这把是什么？太刀。哇，买不起算了。你跟我开玩笑？这是什么？被送的，好吧。太刀算了啦，太贵了。还有茶哎、欸，天哪！这个商品是日式茶杯，是的。价钱是550块，要买吗？当然是买啦。问题是你买茶杯直接有茶在里面是怎样？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都不知道讲什么好。蕾丝雨伞，天哪，算了。不是送这样送也太诡异了吧？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我拿我的啊，不对，我没有卖东西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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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先把。在这里，忘记把东西先卖掉，真是的。然后我好像某个地方有冒什么讯息，看一下。先让我看一下到底这边写什么东西。一瞬间，我在处理东西的时候，一大堆事情跑出来了，什么情况啊？对不对？搞什么？啊！我卖东西，让我卖 ，Let me sell， Let me see， 遥控直升机先收起来。卖掉。不对，我 Discord 那边还是有讯息，到底是怎样？我 Discord 还有讯息，跳哪个？哦，那是别的东西的。好，看完了，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。拿起来。听歌。有蛋糕？哪边会有蛋糕啊？
拜托了。听歌吧。交给你决定。嘿。新歌。地板舞是谁？地板舞。对啊，我们这边都是黄色的。这首歌那么奇妙，节奏感很强的那种。这首歌口哨比唱歌还多哎，太夸张了吧！耶！我先讲一下，就是我决定啊，之后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咖啡厅了，所以之后这个地方可能会当作是一个季节性的展示的东西，就是我之后可能这边要修一下。我觉得这边可能之后要修整一些其他新的东西进去，可能刚要改成别的啦。我目前想到应该是这个地方会特别，这是什么宴后吗？这是宴后吗？宴后长这个样子，太恐怖了吧，像鬼啊！哎呦，恐怖死了！天哪，这什么呐喊等级的那种。画风啊！如果他不是用唱歌的方式，我觉得听上去还没什么。可是他 KK 当时是用吹口哨加那个的唱歌方式，我就觉得听上去有那么点别扭。主要是口哨的频率，口哨占的比例太大了。之后这边考虑看用成像是书店啊，还是什么东西的。然后这样变得说，我之后的那个书的部分要处理很多，我要准备很多很多书本。真的是快笑死。等一下啊！等一下，
个是可以。等等等等，他真的飞起来了！他真的飞起来了！在室内玩吗？啊，他降下来了。啊，是啊，好、哦。有一瞬间不知道该讲什么，觉得好好，一瞬间觉得很厉害，然后又不知所措的那种感觉。你知道打来当礼物的，收起来了，我快吓死了，好不好？编辑，我来换衣服喽，想换个保暖的。裤子，给我裤子，不要，难看。这个是不是要穿？别，灯芯棉裤就普通，勉强还可以吧，主要是帽子要调。帽子要戴什么好？还可以吧呢？戴这种眼镜，袜子，北欧风袜子。问题是这样穿，其实根本看不到。B 就，我白痴什么？一不小心就女装，这个东西还有女装吗？这个啊，我刚本来都已经换好了，因为他这边的都短袖的不要吧，睡衣连身裙，睡衣连身裙这个时候不要，这个不要。因为这种圣诞洋装其实就是就会一定漏那个、啊，它就是无袖的那种啊。那我不要啊，就没有别的更适合。而且我一定要在圣诞节办这种、啊、风衣比较折中吧。你知道这个东西最好笑的是，它会直接遮住裙，这个直接顺带把裙子都给遮住了，根本就看不到，所以你只能够看到最下面的那摆而已。如果这样子你觉得可以的话，我就先这样子吧。帽子就没有什么好，就没比较没有什么，我帽子上就比较没有可以选择的东西。是这个发型跟什么东西都很不搭，我觉得这个发型，哇塞，这不要，一点都不搭，算了，想说试试看，结果发现不行，这个发型太不，跟一大堆东西都搭不起来，先让他这样子，等一下我要先去，哦，好，吓我一跳。靴子，我的靴子里有蛇，篮板鞋，为什么我都买了一些很重复的东西啊？我到底买了多少同样的东东啊？我是很下意识会买同样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还是我没有注意到？
这个裙子搭这个裤袜不适合，太红了吧这一套，这一套有够红一点，就是要玩喜庆类的也不，这实在是玩艳包。嗯，总觉得靴子的部分有点。有那么一点臃肿的感觉，看着有点臃肿，可是我难解释为什么会叫臃肿。嗯，不要，我没有更适合的红色靴子吗？只是懒人鞋的。那穿当然是希望能够让它穿好看一点，可是我好像很尴尬的是，我没有完全的符合我需有那个需求在的，要不要整找类似颜色的东西，可能还是要换回刚刚那双鞋。我刚选哪双鞋啊？我是选这双是不是？因为裙子现在完全被上半身的衣服遮住了，完全看不到。这才是最诡异的事情，因为太长就很难看。发型一定会换，发型一定会换。只是我现在还在调衣服。算了，还是让他回，穿这个就好了。这样就 OK 了，先让他这样子。没，我没有叫你做这。啊！按成要装，按错成那个要装饰的之后又跑去那个什么东西，又跑到楼上去，那是白痴。因为圣诞节穿了一身红，还拿了一元棒，不知道为什么意义不明。等。现在把啊嘞，这个时候拿到陶俑是怎样？圣诞节陶俑会比较多吗？不可能吧？还是我正好挖到而已？啊嘞，有点让我错愕到。看到那是什么狼蛛吗？他的那个位置很尴尬哎、欸，他在这个点超不适合的、欸。不见了！他喵的，他的位置就很不 OK 啊！他的位置很尴尬，所以我才想说把他赶到旁边，结果他就给我消失了。你那他喵跟我开玩笑？天哪！哦、oh, ，Jesus！ 等，那边也挖一下。那一瞬间不知道，哎、欸，怎么？圣诞节真的有比较多陶俑。虽然我不晓得为什么，虽然不晓得为什么，就是なんで，我太久没挖，也不至于这样子吧？我光挖这种洞，那个什么，这边的东西就已经挖到了两个陶俑了，但真的没问题。先去巴列岛吧。
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圣诞节的时候，那个挖那个裂缝的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就多挖到两个头蛹啊。平常都不会这样子的、啊，平常都没遇到这种情况，只有圣诞节这一天，不知道什么就多挖到两个。可是它是完整的哎，它是完整的，它是完整一整个给我哎，它没有那个，是吗？是说这一次精华里面的那个交换礼物，我尽可能的保持了一些，我尽量保持就是维持的那个一些，就是如果它照片上面不是很清楚，那个影片上不是很清楚的话，我就另外截图上来。不过像是红豆那种布偶，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清楚，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再另外放上去。这次剪的时候就放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，难得人比较多，所以就哼。三。就用吧。哎，希望这次是适合这身衣服的发型。不是这么恐怖的吗？啊？可以耶，意外的还可以耶。来，看这个，把那个他要按的东西比想象都多，所以就，哈哈哈哈哈，还是不是这个。贩售物超所值美术品的狐狸来开店咯。OK。没什么钱是怎样？耶、yeah.。让我看看。OK。九尾抽奖的抽奖活动。哎、欸。古今中外的稀世珍宝。怎么这么好笑？等一下，这个蒙娜丽莎，这个我是不是已经看过了？买。反正，我想蒙娜丽莎的我应该已经买过了，所以就不用了。还是说这些画是可以买到好几副同样的，就是好几副正版的，有可能吗？这种东西？我是无所谓啦，反正看完，反正这个东西花的钱又不是实质上的金钱。九尾抽奖，要抽？对啊，那个是有眉毛的。
十八号罐装苹果汁，不是？为什么你放在身上？你身上收哪边可以放的吗？这个是有眉毛的、啊，罐装绿茶。对啊，我自己这样凑近看，我们右边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假的话，总不至于全部都是假的吧？27号，白巧克力甜甜圈，哇塞，好爽！全部都吃的吗？呀。拿起来，耶！你自己，然后我们让那个、哦，现在就看清楚一点哦。怎么看这个都假的吧？看清楚，看明白，这衣服是有问题的啊！有眉毛的蒙娜丽莎是不行啊！笑死了！有眉毛的蒙娜丽莎，我先上个厕所，你们慢慢看。因为天气很冷啊，上厕所。哦，你们已经看清楚了哈。你也只有放两个而已啊。可以看哦，让我看看，不是好看不到。这个应该是正版的吧？我对名画没有太多了解，所以。认知有限啊，所以我有些我会知道，有些我会不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不知道类型。这个应该是正版的吧？像我也看不出来，就是。我生我会能够把这种东西放进来这边，当作是一种装饰性质的东西，也是很妙啊。耶、yeah ！我来买东西。
哦，甘蔗出现了，甘蔗！买买买，一次买五个。耶、yeah. ！Nope。捐款。耶、yeah.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还有两个。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讲的，所以这个发型其实比想象中好了。其实我也有点好奇，这个发型是怎么绑出来的？有点像甜甜圈类型的，不是？不要把喝到一半的茶杯放到口袋里面呢、啊？なんで？我后面那两个好像顶着两个甜甜圈一样，这个到底要哦？再接起来是不是？我是有真的有看过，就是有人用那个把发型用的像猫耳朵一样的，那个我的确有看过，我有看过绑的方式，虽然我不是很有印象，可是我记得有。啊，对，我杰克好像说他生病了，他生病了，等等，还是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其实，如果每天都有在弄这种发财树的话，你的钱不用很担心。的确是没有那么复杂了，只是有时候，欸，多少的还是会这样想。啊，是哪一间呢？啊，这一间吧。脚步虚浮，四肢酸软无力。快点吃药吧！嘟嘟嘟，我药快被你们吃完了！耶、yeah ！就像什么都没穿似的，这种说法。这真的没问题吗？杰克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你这样会被人家误会的。身体变轻松了，就像什么都没穿似的。你们的确除了你上面穿的衣服以外，就真的是什么都没穿了、啊。虽然的确是这样，可是不知道什么从你那嘴里面讲出来就觉得怪怪的。不知道讲什么好。气球吗？这个叮叮咚是怎样？哦，那是纸，有张纸在上面，我以为那只是一张钢笔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
他把那个鲈鱼饭，对啊，你就放在这边了，你们不吃哦。他们是真的不吃这个东西啊。哎，太，等一下呢，这个时候穿这种的，还是别。虽然是蛮好看的，还是留着。可是跟身体跟总体感觉不怎么搭，算了，来换回来。等一下，你这里面放的是这金条呢？杰克超有钱的啦！等一下，保险库打开里面是金钱，可是你这样就不是保险库了。可以打开，直接打开保险库就没有用了、啊。搞什么啊你？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、啊。而且在这边存金条干什么？动身我需要存到金条这种东西啊？他看到我了。不是，这里面还放衣服是不是？原来是这种，是这种感觉。等一下，好像有一套不是很对劲啊。那我去。知道该说什么好呢？有时候对话中就会发现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。嘟嘟嘟嘟嘟。啊，可以看看其他居民在干嘛。真的是，到底要我说些什么好？他的衣服。哈哈哈。这个给你。给你甜甜圈。闲聊一下，心情又特别让人去。好，这个时间没有人在做东西哈。我现在咚咚咚咚的声音啊！被发现了听完他还在吃太多的反省，然后就给你东西太少了吧？等一下，不行不行，这真的太可怜了。这他妈可怜的。不是，我给他一点东西吧，要不然他超可怜的。他最早出现的居民，问题是他东西最少的，这。我实在是无法，我实在是不能够接受啊！石头不够，我不能够接受他是最早的那两位之一，可是他却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状态，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啊！好歹他应该要有应有的东西啊！粘土。有些东西不是我现在身上有的，这包。可是我没办法接受，就这点是我是不能接受的，我不能接受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超可怜的啦！等一下，我现在身上材料不够。我去敲点石头，然后去做东西给他。错
啊，最后啊，错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那个状态是不是代表我刚敲的其实是金钱的？那一刹那，我真的有点。啊！又有，不，太多了吧？好吧，那就先回去弄一弄东西好了。真的那么多啊？我真的有这么多陶俑？因为自家有时候我不确定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。不是这个，这是不是太可怜了一点啊？哦，敲自己，没看过的类型。家里要不要陶俑占满的啊？快笑死！但我从来没有挖到过啊，我应该说我没有挖到过。有时候有挖，可是我偏偏就是没挖到过，所以我才很困惑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想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啊，错，不是的。然后做。啊，不，我要拿材料啦，石头。为什么我就这样走上去了？白痴！又变成那个一般的那种日本综艺节目了。这是阿妹 talk 吧？不是阿妹 talk 之类的吧？太白烂了吧？将。再做一个，金色仪表和管线，那这个要输先不要。积木玩具，积木系列为什么一定要放？积木系列很诡异。再制作，有积木玩具，那我可以帮他做一点。
石头做的没有看。哦哦哦，青苔是很适合他哎、欸！天哪，而且啊，对哦，我一次也只能够送他一个，另外一个要先放我身上，真是麻烦。石头收起来。啊，不对，我想起来，我还有个东西没收进去，这个气球帽收起来。风铃侠啊，风铃侠也是要送人。这些东西很不容易找到、啊，可能是我演技不是很好吧。好了，那只鳄鱼，鳄鱼，你的厨房来了，就可以煮自己了。就说最近呢、啊，我看扭蛋的时候，有看到一个很可爱的系列，是那种胖的要死的动物，只是很肿，超肿的。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一栋，是更下面那一栋。对，这个，它就是一整个圆圆的，它就是一整个圆圆的，然后眼睛也看不到，什么都整个肿的跟一个球一样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怎么怪了？来啦，东西给你。不是，我要给你东西啊。你要这个吗？这个不需要健身吧？你要拿厨房健身干什么？维尼斯面具。那个是超级肥哦，我是说那个是真的超胖的，好像有鸟，然后有大象，有海象，还有鳄鱼。那个在推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要推，快笑死！那个很可爱，之后如果我遇到，我会去扭一个起来，这个还蛮棒的。另外，我有看到的是折叠手机的系列。那是吊饰，那个我看着好像也不错。有折叠手机，那以前的功能手机真的是有一种仪式感的、啊。哇、哦，你家好贵哦！天哪！雪花灯饰。想知道。啊，平安夜才有蛋糕吗？到底他们在哪边吃蛋糕的？难道是咖啡厅吗？灌装苹果汁？你知道了。爆冰机，谢谢哦。突然不知道该讲什么好，就功能手机吧，就怎么讲，那种是有一种仪式感在，翻盖的啊，然后折叠的啊，那种滑盖折那个滑盖或者是那种折叠的，都有一种仪式感在。啊，之后的话就要那个。还要那边晃这边的东西才会掉东西给我，对不对？那边又有东西。都不给。
哎呀！掉率太低啦！错错错！嗯。正常啦，反正大家都喜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起什么事情。等一下，突然想起很重要的事情。我要先回去拿个东西，再回来。先拿掉。哇，这个水果超方便的。嘿嘿，我来啦！咖啡厅已经可以进去了，等一下我就先进去。在那之前，先给富达一个惊喜。超恶劣，明明他讨厌虫，然后一直给他。超越的啦。鉴定化石。Merry Christmas。看一下到底是我是不是把这边看误了？哪边会直接显示说就是我这边已经全部收集齐了？收集齐会写哪边吗？说实在话，这边先不论其他的博物馆，它。这一点是做得很好，是他这边有导览手册，虽然说不知道到底是花的钱是花在哪边，也有消防设备，这边也有导览，然后跟你讲说这边是怎样怎样怎样的，然后 还有就是跟你讲说接下来往前往的是恐龙区啊什么东西的，这点很夸张，是这个东西是有够夸张的详尽。然后你能够想象得到是这个小小的岛屿能够产出这么多恐龙骨骼吗？光这样想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嗯，超大，不知道有多，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有多久没有去看恐龙相关的东西。我说的是说像是那种展览之类的东西。哎，这个不能直接看吗？意思了，侏罗兽，旁边是什么？不知道多久了，就没有在看了。可能国小那个时候那个年纪还会对说恐龙，哇，好厉害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这个啊？这个我是不是没弄完啊？这是异手龙吗？异手龙我没有完成。应该是这个，这个还没有完成的感觉。对，无齿翼龙。想不到我还是有东西没有弄到，无齿翼龙。
我很轻文夜很久了哎、欸，一二三那个三总共三部曲，当时也是看到也是整个又哭又笑的。后面可能哭，最越后那个越后面的越后面几部就哭的可能高一点，大部分还是笑比较多，毕竟还是喜剧电影。来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还没有去咖啡店啊！算了，我先去把钱卖一卖，我先把东西卖一卖好了。天哪，记忆力不行了，开始不行了。我这在干嘛？东西捡一捡，拿去卖好了。哦天哪！记忆力不行了。可是有鱼可以钓下来。有人穿这样钓鱼的吗？不会有人想吃，就是灯笼鱼应该有人会吃，对。啊，这边先卖一卖好了，卖东西喽。完全想象不到他们是怎么维持开销的。啊，我还没有中那个东西，都快卖掉了。卖掉，我又弄到什么东西了？反正就看大家是怎么个玩法啊。对，是不是可以再给他？权限。对。说吧。
麻烦你了。看上去也不是从这边拿蛋糕啊。那他说的蛋糕到底是哪边呢？还是他们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啊，并不是有蛋糕的意思啊。这什么沉默啊！天哪，你搞什么、啊？天哪！啊！凉了也很美味，老板真了不起、啊！聊什么东西？我到底该说些什么才好？而且我才等了大概三。没多久吧，这。是没东西是不是？是，没有咖啡以外的东西是不是？没东西啊。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他们说的蛋糕到底在哪里啊？我根本没有看到类似的东西啊。这边只卖咖啡啊。只卖咖啡而已啊，这块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跟他玩。在信箱里，是这种设置吗？啪嗒，什么东西？有吗？可是我没有要求过说我要这个东西啊。啊，对哦，马铃薯还没有拿完，我还没想到，奇怪。甘蔗真的这样种？不对，我也没有了解过甘蔗是怎么种的。啊，反正他是这样的做法，就让他这样子，就让他这样子。就说那个最近不是有推那个吗？最近那个 Friday 的午夜惊魂。已经正式的上架了，看着还蛮有兴趣的。可是我应该不是马上玩，可能我上次讲过了啦。我总觉得我讲过这个东西的记忆。可能哪个时候会买下来玩一下？现在还是什么？啊，对，这边先吧。现在都靠这个东西去增加我的那个东西的量。那这个样子的话，那我把那个创作的线放这边。工作台放在这。那是好多了。你怎么会来这边？吓死我了！
吓我一跳，我想说怎么会突然跑出一个人。给你罐装苹果汁。我们要看一下宅配有拿到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并没有给什么东西。这样子还是不懂蛋糕的意思在哪边呢？我真的没有搞懂。也不像是附近有蛋糕这种东西。所以他只是说说的而已。啊！坏掉！没关系，这边还有。坏掉啦！哦，有可能。刚才说昨天跟今天都会有啊，所以我才想说，哎，他们说的蛋糕是什么东西？实在是很让人好奇。不好奇是不可能的啦，因为他有讲过类似的东西，那你就会觉得好像会有。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应该是真的有这种东西，可是只是我找不到，单纯。啊，反正没有关系啊，那并不是一定要那不是一定要获得的东西。这边一路上只是捡到东西而已，并不会有寄居蟹之类的出现。就是我在那个大地复苏那个礼拜二的大地复苏的时候，我到后面我才想起来说，肥鸟没有参加，肥鸟没有出现在大地复苏，他只有出现在那个交换礼物而已。我突然想起来。鲈鱼吧，这个对鲈鱼。乌贼。那他走下来了。身上的东西好困。壁画式滑板是什么东西？没有理解到，等一下让人好奇。水花灯饰，看上去还蛮漂亮的，可是不晓得那是能发光还是不发光。它是写雪花灯，所以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能发光的吧？壁画式滑板，哦。它是装饰类的东西，装饰在上面。可是我们这边没有可以玩滑板的机制啊，这样有什么意义并不大。很好，它是跟我硬木材。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椰子树是比较常给木材是硬的木材是不是？这我还需要做统计吗？没有，目前的话是硬木材很容易拿到。朱家宇。来点热热的东西，热热的东西，不是像什么阿华田之类的。嘿，你小心不要把一些重要的东西给卖掉了。面具，面具好像不需要。好像今天就这样子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了。把东西收好。啊哈哈！哇，我只放了一个。打电话邀请，哎呦，这样子，是哦，可以这样做，赶快去，冲啊！这我不知道，我不晓得这个有这个情况在，所以我就没做这些事情，我不晓得这个重点是这个东西，我不晓得邀请打电话。什么时候这种消息啊？是去年就有，那去年就有，可是我不晓得这种东西。啊，这边的电话我只能够打这个而已。没有吧？平安夜的设定吧，不是现在的吗？啊嘞，我咖啡厅的电话，可是我这边就只能够。他没有其他的选项啊，他就只能够打这个而已啊。他一定要 Amiibo 卡吧？这没有用啊。没有吧，我并没有这个录的这个，我不行吧？
不晓得、欸、这个，其实我没办法抓这个东西吧。西施会吗？有屁啊！你上去看看，说不准。正好在打中的那一刹走进去。好像没有。四星。自然环境方面啊，没有吧？是不是不是在这边？大概就没有吧，可能要明，可能是昨天就要跑了，就有点可惜啊。可是就算了，这个我到时候再看到底实际上是要怎么用。到时候再看到底这方面是怎样就好了。这个也不能够看吧，这只是装饰。好了，看上去应该就没有什么东西了。可能昨天的话东西会比较多吧。可是昨天的时候我去社团应酬，所以那个什么公司应酬，所以我就没办法。好了，先这个样子啦。至少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也是冰天雪地的啦，要不然我只好跑漫漫长夜才会有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。好啦，先这个样子啦。对，我们今天就开台到这边了。之后的话，这个之后生活会大概就是明年的，对，就是明年才就是要跑明年的东西。啊，因为就是他会跑什么东西，我就尽量看啊。如果是能够赶节日的东西的话，我就尽量跟他搭上这样子，配合他的时间。好了，先这样子啊，继续玩喽。什么？零零路是24号，两到25号的下午4:59出吗？凌晨吗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很混乱。妈，就算了，反正没有关系。好啦，先这样子啊，先玩喽，拜拜。